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晚上好，非常开心，我们今天能够欢聚一堂，做个自我介绍，我是来自北京交通广播，林鹤。大家好，今天啊是这洋人过的2月14日情人节啊，咱不吝呢，咱吝咱中国的节，今天是咱们传统农历的12月26日啊，希望各位在2015年啊。怎么讲？这四个数啊，不是12月26日吗？希望各位2015年十全十美，两手捧金，儿孙满堂，六六大顺。鼓掌都好啊！各位是不是特别纳闷？说一修车的，怎么今儿来跟王自健搭帮说相声的？其实我跟王自健啊，我们俩是生死之交，生死之交，想听吗？想听啊？我给你讲讲，自打这去年的2月14日，我经受过血的教训之后，我就在想，这2015年2月14日我怎么过呢？想来想去，我也不知道该陪谁，因为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上星期啊，我开车去了趟克什克腾旗，那里有个达里湖，我打算投湖自尽。到了以后我才知道，哦，天冷结冰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就仰望苍穹，大漠苍茫了，我谁能救救我？神呐，救救我吧！这时候手机响了，上面赫然写着三个字：自建王。自建王，我说喂，弟弟，什么事儿？哥，那个24日情人节，我们封箱演出，您来帮我主持一下。不是，得嘞，开上车我就往北京走啊！可以说王自健今儿个救了我一命，所以是生死之交，对不对？哎，鼓掌的这就对，不对？我回来，今儿我站这儿，我觉得我中计了，啊？他才是高人呢、啊，他为什么把演出安排在今天呢？啊？你们都想想，琢磨琢磨啊！不耽误大伙功夫了啊！今天晚上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好听的相声，一句话，您要是嘴裂岔了，相声第二班管冯啊。肚子要饿歪了，相声第二班管制，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相声第二班，也希望各位2015年洋洋得意，洋洋洒洒。接下来我们将欣赏相声《梦中婚》，有请杨亚鹏、林峰。这个头一场呢，我们俩给大家表演、啊。首先介绍一下旁边这位。哦，我。旁边这位呢是我的大刚。对。大刚是下边。旁边这位呢是我的下边。没有下边。有下没有下？那你怎么过情人节呀、啊？你管还挺宽是吧？不是，您刚才说那什么大刚的不对，我介绍您嘛，那叫这搭档。对对，我的搭档，我说的可就对。严聪，哎，我的 partner。再记得整个洋事儿，改英文。主要介绍他啊，您各位可能不知道啊，严聪说相声啊，不为挣钱。那我为什么呀？他们家里有钱。哦。说相声就为玩儿，兴趣爱好，知道吗？家里特别有钱。有多有钱？人家不住楼房啊，别墅。现在住别墅也不算太行，是不是？他们家啊，啊，别墅光别墅四所，四所别墅是啊，北京啊，啊，东西南北各一套。你干嘛别墅盖那么老远呢？你比如说啊，今儿住这边了，明儿上那边办事儿去，离那边那所近，
住那地方，怎么东西南北各一套，交通方便点。没错，是啊，最矮的那个啊，别墅最矮的那个五层，别墅五层高，地下四层，停车场了这是，住车库里这是，有钱嘛对不对？有钱地下四层是不车库吗？那是地上四层，地下的一层，地下的一层。对吧，地下的那一层就是车库，这好歹还是房子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、地下那层车库、真的有车库就有车，这不都废话，这样子弄些车库干嘛？不止一辆车，到底有那么几辆，是不是都好车？都什么车呀？就有那个马呲牙，有驴踹门呀，踹门叫好车，马呲牙，马呲牙六，马呲牙八。你就该溜了，什么叫马自达六？不是那车吗？好车吗？那不是日本牌子吗？啊，那叫马自达。马自达啊，马自达，对，买的那个马自达啊，马自达的跑车，那小跑开着，哎，还有那个桑三儿，最次的啊，桑三儿，有懂字儿没有啊？三儿像话干嘛呀？什么牌子的方圈儿？桑塔纳三千，桑三儿。没听说这上海大众这叫方圈儿？哎，简称嘛，对不对？不，没有简称，这桑塔纳三千。最次那就是桑三儿，他开，就开这车。哎，他开车猛，怕撞，反正就开一次车。我都对不起那四个别墅，对不对？他不得开好车。我爸开什么车？那奔奔，我爸那名长安的，长安的，长安奔奔吧，两厢四门，大奔，奔驰，对对，奔驰，说我们家开的车，哎，呲牙放三奔奔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车嘛，这叫啥呢？他父亲开大奔啊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哎，父亲他跟张父亲开大奔，他开一个这个桑三儿啊，俩爷俩出去啊，他父亲开大奔，他开桑塔纳，爷俩还开俩车，邻居羡慕，你看爷俩啊，都奔丧去，什么缺德邻居？不去了，说我们俩车就好不了，赶紧换，有钱嘛，有钱我就换点好车。特别有钱，哎，这不算什么。我跟您不一样，您怎么不一样？我们家不行，没有马自达。我们家困难，这现在就是现在的时代，还能有困难的人？您见过就现在啊？啊，有揭不开锅的吗？什么意思？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见过吗？这在当今啊，还有吃上顿不知道下顿吃什么呀？你懂吗？我就这样，是啊，穷啊，见天做梦都想发财，是啊，真的每天都想发财的招想疯了都。那您都想怎么发财啊？我前两天，路过那个彩票大棚，对，那个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就卖彩票的，彩票那个大棚啊，彩票中心、体彩中心啊，路过那儿。买上，到进去，来五毛钱的，来五毛钱的。我跟你说，五毛钱圆白菜都不卖，你知道吗？有，你见哪个上买彩票的，来五毛钱的，是买彩票。那多少钱一斤？彩票不论斤，那论什么？彩票是注，论注。哎，来五元的注，来五元注，卖你两注半。怎么买彩票？不是怎么了？彩票两块钱一注啊，你要么就买几注，没有说卖多少钱的。两块一注，嗯，我来一注。好，买两块的。来一注啊，来一注，它是那个随机的。哦，就机器打出来的。机打。哦，哎，给我了。嗯，我一看，这号肯定没戏。什么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机打这机器都透着缺德，我说你是坑我的吗？啊，你这样给人把这给拦点，算了吧，回家吧，就自告花个冤钱。哎，过两天我好歹看一眼。
哦，边上人借着宝石，呵，借着宝石啊！你借我看看，我看我风流年。哦哦哦！我一看啊，这好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是彩票中奖号码啊！头奖啊！是啊，我这就算中了。那这狗屎运就把你染上了，我挂棒子了我。那你看看你问问去。我他给我吗？你拿彩票去兑去呀、啊。兑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去啊，自己去。当那儿有一个柜台啊，柜台里边有一个姐姐啊，给我兑了吧，给我兑了。啊，他说您这个啊，500万。我他怎么知道？他是拿报纸兑的。比彩中心您现拿报纸兑。反正对上不就完了吗？是正经彩票，我给您拿钱去，现场就给了。爱拿钱去，拿四大箱哦，不一样大，有大有小，不一样最大的这么大，哇、哦，哎，最小的这么大啊，我给您哦，这是400万，哦，400万，我寻思不对呀、啊，我说中了5万，哦，是不是？我不是中了5万，你干嘛给我400万？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啊。得亏我给你的是复印件，对吗？什么人？要不然我这上当了，拿复印件真的在这儿呢，对吧？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您就理会错了啊，人家不是说不给您，他给我400万，那是税钱，谁跟他税呀？我就给他税钱。我不喜欢你，知道吗？是啊，人家得跟你税啊，长得不好看，好看不好看也没有你的份儿。就国家把这个人所得税给扣了，那我这你就这就没了，就归国家就给税，不是给他税钱，对，你转要啊，真那么贵？怎么那么大呀？哎，我400万也是钱啊，不少了，拎回家去啊，数数去，现场不数回家的。你说给哪儿怎么了？我得看看真假呀，这钱哦，对不对？万一我给他分件，他给我400万也分件，没你这么放心眼儿，对不对？啊，官人熟，打开最大的箱啊，那大的箱打开了，都是5毛的，是数吧啊，100张一摞的啊，也拿一摞过来，数，这是50，拿一摞。凑100，数到300块钱我就数了，我怕数完了我就退休了。是，你这多余嘛？这彩票中心也缺德的。上银行我存卡里啊，这行啊。对，那让他我存卡里，400万了啊，变那400万账户了。我花呀啊，吃对吃牛奶，哎吃什么牛奶牛奶兑酸奶。怎么吃的呢？这酸奶煮挂面，这连搁一块儿都不够啊！哎，煮挂面啊！哎，那面包，什么片儿面包？面包片儿面包，片儿面包啊！加酱豆腐，咸甜。哎，香蕉就牙膏，大饼卷羊辣，哎，吃，哎，炸。先吐得练吃油去了，什么翅膀呢？我夸大了我，哎啊，我不能光吃，那你还得干什么呀？对不对？光吃能花多少钱啊？哎，牙膏能多少钱？我得旅游去，啊，你要玩耍玩耍。哎，我得旅游去。哦，上哪儿？东北。您都400万身价，您去远点的地儿啊？东北好啊，我在国内转遍了。哦，哎。什么老往下掉？回头您掏4万，您掏出2张给他换了。我不玩，那是谁出气？东北啊，哈尔滨去过吗？哈尔滨的哪有？没去过。去，别想，别不是走着去，走着去。你看你想着走着去，不是都是走着去啊？那您怎么去？坐飞机去。哦，坐大飞机啊，飞机可大了。知道吗？是啊，老老大，多大呀？飞机能比划吗？我就一直不知道他这词儿怎么模仿的，老老大，比老大大了。哎，坐飞机到哈尔滨，啊，机咔就下，飞机长得模样。
这是飞机嘛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坐飞机到那儿，我找住的地儿，是我不光就待一天啊，对不对？找住的地儿，打探当地最贵的饭馆，哦，最贵的酒店，对，我就住去。是，后来打听了啊，叫哈尔滨大饭馆。你打算跟厨子凑合几天？能住宿，哈尔滨大饭馆就是住宿的地儿，最好最好的。哦，到了门口，这招牌上写着呢嘛，哈尔滨大饭馆。馆还写着下，写不下，写不下。大不了这地，我看我看啊，五星级的，你怎么是五星级？五星级，他那招牌这边啊，这边啊，画着五个大星星。五星级，真的五星级的。进去，进去问多少钱、啊？那个刘姐，你告诉我。哎，不，你以前住过这儿？没住过。你怎么知道叫刘姐啊？他那牌子上这儿有一块写着吗？写着刘姐，对不对？还刘姐？好，谁不牌子弄成刘姐？官车嘛，官车写着刘姐。刘姐，你们这儿房子多少钱啊？多少钱一宿？还有这个1280，我贵一千二百八啊！来时间，有几个人？我就昂内拉，一个人比较时间吧，倒着睡啊，倒着睡，甭倒了，这不是第一个房间。进去之后，脱袜子、脱鞋、脱衣服，进被窝，上好闹钟十分钟，当啷一响，奔二号房间。脱鞋、脱袜子、脱衣服，进被窝，上好闹钟十分钟，当啷一响，奔三号房间。我折腾一宿，睡怎么样？第二天发现自己在楼道里，就纯粹吃饱撑的。我寻思这挺累，是没解乏。这高级宾馆住着他也不解乏呀，啊，算了。出去遛弯去，人家旅游去，吃早点去，哦，知道吗？啊，路边啊，看一要饭，哦，看一要饭，啊，我心善，啊，你要打算试试，给点，给1000块钱，我这透着有钱，这不少给掏钱，点1000块钱，他那太惨了，太惨，头发打着卷儿，浑身上下满脸都是滋泥，哦，最关键的啊。没有腿，还是残疾，没有腿，双腿都没有。哦，我去，给你钱啊，给你钱啊，吃顿饱饭去。啊，这倒是够了。哎，别要饭了，好好吃饭去。你听见没有？不够的找我去。啊，哪儿找你？我哈尔滨大饭馆，哎，知道吗？哈尔滨，我住3001到3010房。我甭提时间房了，找我去啊。哎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你好好待着啊。听见没有？嗯，哎，拜拜啊！走吧。看眼熟了这个饭，也是这种的。陈醋，陈醋，是你吗？陈醋，不是陈醋不好，给王建捧哏，他怎么敢要饭呢？还真是陈醋。是啊，我说这怎么回事啊？你头发这么长，我也不问你啊。浑身是脏我的，你腿呢？腿怎么都混没了？他说呀，这是个井。这是什么鬼主意？我说你真灵啊！我这我卡你盖儿要饭，也就你能想出这招来啊！他写的给王家写剧本的，做井里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赶紧拽出来吧！你跟我走吧，啊，你跟我走吧，哦，好吧，啊，我吃什么你吃什么，你有钱，我穿什么你穿什么，好不好？ 啊，咱们那个3001到3010房，啊，这就是这个，我从1号房开始睡，你从10号房开始睡，看咱俩什么时候能遇上。啊，是什么？我算数题嘛，从角度，从甲地到乙地。答案就半夜你们俩那个走廊里见着了，就这个，随便，好不好？怎么吃都行。啊，哎，
这几天给他花钱啊，把密码都告诉他了。嚯，哎，可气陈总啊，要不然他能想着做经理吗？我这儿就来了一举包会，把你钱都弄走了，全拿走了，是回去都回不去，身上分文皆无了，这怎么办啊？咱就算困在这儿，我回不去了。你看，干脆这么着，我多一心眼，我知道他这个哈尔滨大漠我出港来了，我偷一砂锅，嚯，我先吃饱了。点都在这儿，对不对？哦，偷一砂锅出来啊，住哪儿？反正一般的地儿不让你住，没地儿住啊，溜达溜达达，到郊区了。哦，看那边有个庙，有一个小破庙，你跟这儿忍一宿，我在这儿住行啊。哎，进去之后，把这个供桌打扫打扫啊，哎，把砂锅一热一吃。在这供桌上，我就眯着着了。啊，这时候似睡非不睡的时候啊，就听外面有人说话。说什么呀？是他不是？嗯，我看你进庙就是他。是怎么的？赌上啊，可别让他跑了。哎呦，千万别让他跑了。这估计是被小偷了吧？这抓人的呗。哎，差不多。他要看我在庙里。我是不是这小偷也得给我打一顿？那你得想辙。我躲躲吧。啊，对，躲躲。你没有没地儿躲呀？那你得想辙呀。干脆这么啊，我说在供桌上，我装个佛爷。哎，我装个佛爷，我看不出来吗？怎么样，躲过去了吗？认出来了。那怎么不认出来呢？我躲了，我躲，我念经了呀。这不是人家傻，你傻着呢。他泥胎念不了经吗？不是，多新鲜呢！你认出我来了，你看，顾老爷，是你吗？顾老爷，什么什么？顾老爷，管你叫顾老爷。我说这是认错人了吧？这个，那肯定认错。干个好事儿，他没叫儿子，叫顾老爷。这什么意思？这肯定姑爷。哦，就是甭管人家里总有一闺女，肯定有一闺女。我问他，我问他，我说你们姑老爷跟我长得像啊？怕人家是认错了啊？跟我长得像吗？他说你们别开玩笑了，姑老爷就是您啊，您就这模样知道吗？从小您那个东西那么大的时候您就这模样知道吧？啊？什么玩意儿那么大？小辫儿，小辫儿，你大车，想什么去？你是怎么样，知道吗？你别跟我们装了，赶紧跟我们走吧。我得问，你问清楚了。我这样，我还有脸见他们吗？见他们？我得打听家里有什么人啊？哦，你不是旁敲侧击的问？对不对，人多我不跟你装。人少我跟他跑啊。是啊，嗨，家里还能有什么人呀、啊、不是老太太吗、嗯、还有一闺女啊、嗯、剩下就是我们底下的人。哦，就你儿俩。我跟他走。是啊，哎，跟他走，家里没什么人啊，对不对？是姑老您认得老太太带一闺女啊、嗯、是不是抱砂锅上汽车。啊，您都上汽车了，砂锅就撇了吧，万一要穿帮了呢？还指着砂锅要饭呢。我真全可对不对啊？上你车，到了地儿，嘿，大庄园，哦，有钱人家，哎，大庄园铁栅门打开了，啊、里边仆人欢迎，哦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。这一句还不在晚上，这是你都搁在晚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进去之后，打里边，俩老妈子搀着老太太就出来了。哦，你认识老太太？我不认识。那你怎么知道这是老太太？他再有钱，也不能两个老妈子搀一老妈子似的吧？这倒是没错，对不对？这中间是老太太。哎，直接就喊妈，我回来了。真敢叫！哎，臭小子可算回来了啊！你这一说走二说走，干嘛那么大脾气啊？看着浑身脏的，赶紧洗澡去。
哎，洗澡去吧。啊，门口写着洗澡室。洗澡室进去进去，哪个有钱敢写洗澡室？换洗室找半天，半天你们这个花洒跟哪儿啊？花洒花洒啊？喷头喷头喷头跟哪儿啊？没喷头，在哪儿洗啊？自己找吧。啊，看见在那边啊，犄角有一缸，缸干嘛呀？有一白白的浴盆，浴盆，浴盆，这行吗？这个在这里洗啊，在这泡澡啊，走进去看啊，这里还不是水，这是白汤。哦，里边都白的，白的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尝尝。什么？牛奶？准是牛奶吗？牛奶。这都是鲫鱼汤啊！我也不是鲫鱼呀、啊，要炖我什么的。牛奶，反正洗澡就完了。牛奶洗澡，还好啊。进去啊，得着吧。大池子泡啊，我喝两口。泡里头喝，您都是把脚边泥喝进去。哎，我饿呀，真饿。哎，喝两口啊，看我们那边有香皂，洗三块吃三块。还吃饭块，我里外透那么干的。洗完澡了，想吃饭，啊，吃西餐，西餐怎么样？那好啊，牛排啊，牛排，知道吗？怎么吃？哎，拿刀叉吃啊？拿刀叉啊，切小块搁嘴里，切小块搁嘴里。是啊，太麻烦。那你怎么吃啊？我直接整块插嘴里，拿刀炫吃。您都是个舌头。好，吃完了。啊、别让你听到啊！哎呦，过两天要赶过来，知道吗？还是帅气一派的。老太太不说话啊？怎么哪那么大脾气啊？说走就走了？你不就撑着？我不让你跟闺女结婚吗？挑眼了。哎，真讨厌！这么着吧，怎么样？丁是丁，卯是卯的，今天日子就挺好。哦，您俩今天就完婚，好不好？今儿就拜堂，你也别走了啊。挺好，那你赶紧答应吧。我得看看姑娘怎么样。就您这样，还得瞧瞧人姑娘。这姑娘长得好看啊，我就忍了。哦，这姑娘长得不好看啊，我也忍了。你瞧人家牛奶桶子，我也忍。哎，有钱人准备东西啊，特别快啊，一会儿把西服、手杖、礼帽都给我穿上了。哎，到了这个礼堂，这姑娘长得还真好看。宽脑门尖下颌细眉毛大眼睛，不笑不说话，一笑俩酒窝，这么漂亮，真好看啊！拜完天地，进完洞房，这姑娘跟床上坐着，我这么一搂，哎呀，就亲上了。我可从供桌上摔下来了啊！这脖子也扭了，这胳膊也磕了，还把砂锅给踩。不对，这不是结婚入洞房了吗？你庙里做梦去了？这梦中婚的这是。